我是 everybody 的博士，只要你有任何的日常烦恼都可以找我哦。前一点点，好，思绪慢慢来到左边，绿色姐姐这位哦，黄色这位，好，最后再回到中间，最后再回到中间，中间我们再看一下哦。那最近亚伦在鸡蛋的问题有没有解决？我们持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公益，一直都在做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谢谢大家。最近有人说你是蛋学博士，我是 everybody 的博士，只要你有任何的日常烦恼都可以找我哦。我觉得今天大家还是 focus 在我们票房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是我的场，对啊。然后其实今天很开心，因为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，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努力的这个成果，让那么多人喜欢，对整个电影圈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开始。然后希望这二三年的所有的电影都可以越来越好。